戴个帽子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等一下张哥就要回来了，我先吃个夜宵，点了一份，哎，这筷子怎么打不开呀？点了一份猪肚鸡，吃它。OK， 我还在吃。张哥说他要到了，接一下他，躲门口，躲厕所，关门。我是小彩虹，哎，我让你亲一遍。哎，你没想到我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丢在张哥，你这个脸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我这个，哎呦，怎么样啊，杨花姐？太爽了，真的挺爽的，说实话啊。就是发型，这个造型，非常的小柴火，挺帅的。来吃饭，你要一起吃吗？不敢吃了呀，你要减肥是吗？对，啊，他要减肥，我先吃。对，我要控制。你要控制啥？怎么样啊，张哥？体验感还是挺好的，还是挺开心的。还明天演吗？演，明天演。今天第一场，还有七场。好的，加油。行，先吃饭，垫饱肚子最好。嗯。